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马哥。今天掐指一算，这是又缺面了，整个面吃去。今天咱们做一个茄子肉丁打卤面啊，也是非常好吃的一种面。茄子先把皮儿打了啊。起锅倒油，油多倒一点啊，因为茄子吸油。油热放入肉末，放葱花和大蒜，放点十三香，生抽、老抽一丢丢，下入茄丁，要先炒一下，把茄丁炒软，放一点水，放一点盐，蚝油，必须要放一点白糖提鲜呢，再勾个小芡儿啊。美味的茄子肉丁卤就做好了啊！哎呀，太香了 ，very beautiful 啊！下面啦，面要过凉一下。哎呀，啥也不说啦，开饭了，朋友们。Mm-hmm.